伊朗富豪尤里·米尔纳宣布投入1亿美元打造一支微型宇宙飞船队，前往外太空搜寻适合生命居住的星球。米尔纳去年已经投入1亿美元和英国天体物理学家霍金以及面子书创办人扎克伯格合作，启动追寻外星人的突破领星计划，但计划还没有成果。